快要农历过年了，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到市场发送自行设计精装版的春联，这也是张耿辉担任市议员以来连续第22年发送春联，祝福民众金兔年行大运，各行各业赚大钱，相当受到民众的欢迎。这以往20几年来，都在春节前夕发放春联给我们所有的市民，给我们店家好朋友。也预祝他们在新的一年兔年行大运，天天开心，天天赚大钱。也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再次的谢谢大家长期来对耿辉夫妇的支持，让耿辉能够迈向第6届。未来我会秉持以往的精神，专职专业的问政，好好的监督市政，让我们基隆能够会更好。谢谢大家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